出门的时候到底要带什么样东西？比方说，如果你在捷运上面，然后大家都在拿东西出来玩，说你也有东西拿出来玩嘛，对不对？就不外乎就是手机吧。是，可是你会带备用电池吗？我不会。所以玩到差不多三四十的时候，我就会压力非常大。我有带备用电池，你有带？我前面呢，你有怎么有前面呢？因为常常因为上网很容易用光电，就要有电池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家研究的是，明星们去拍戏的时候，他们带什么样的东西来打发时间，然后看他们彼此心不欣赏别人带的东西。欢迎那位明星哈。想说强调那么一阵子了，应该也得给换点别的来强调。哦，你们之前好像有蛮多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对不对？对啊。就是林依晨生气的那个。对，为了这个不是还要退出演艺圈吗？退出演艺圈跟战退电视圈是完全different的事情，所以意思说要专心演电影的意思，电影或舞台剧啊，然后也只是暂时先休息。你真的为了那些报道生气啊？当然不是，我觉得其实那篇声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身体的，就是没有啊，很重要一点是你在称赞你男朋友啊。哦，那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有三个重点，一个是你在称赞男友，一个说你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是说你很不爽媒体这样讲。读得那么仔细。错，有三个重点是他称赞男友第一件事，称赞男友第二件事，称赞男友第三件事，他很详细的称赞他的男友。对，可是他称赞他男友什么？他称赞他男友说没有复杂的过去，没有小孩，没有婚姻记录，然后财产很多。有财产很多？这太细了，有财产很多吗？没有吗？身家没有。没有称赞他财产很多，没有，但是称赞他财产很少，讲的那么详细，是，所以你有大力称赞他过去情史，很让你高兴啊。没有，我是说，就是只是澄清一些基本的一些不是事实的东西，但是其他并没有。因为有媒体说他是已婚过，是不是？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可是里面有一个是你在生气媒体写说王阳明跟你的亲热戏。那个标题是用的有点过火了，我想任何人看都会觉得不舒服。它标题是什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说不出口哎，对王阳明来讲应该比较新鲜吧？你是新人，所以比较少被各种资源报道。因为我不太适应这一行，所以出来的时候我那天没有看，然后是公司跟我讲的。然后我就会有点，你的中文应该也不理解那四个字啊。对，我也不太理解。所以是公司的人用英文跟你解释吗？不是，他们就是解释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对啊，然后他们是用动作跟你解释吗？因为怎么解释？所以如果在你面前骂脏话或是开黄腔，你是可以接受，是不是？剧组工作人员哪个不会？我觉得剧工作人员可能不会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打招呼的方法是拍你肩膀，然后用那种很亲切的台语的问候的方法的话，你会吓到吗？不会啊，很亲切的台语是说假爸对吗？是陈爱莲很会演的那个，你可以拍王阳明一下，然后我们会帮你消音。哦，这样麻烦。哎，假爸呗。王阳明，你应该是遭遇到了魔鬼训练，知道拍戏会这么累，是不是？对，以前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哦，要翻班啊，有时候拍到早上啊。我想，哦，还好啊。可是真的是连续好几天的时候就会很累，因为只能睡几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要起来，说明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我演过戏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吃不了苦。对啊，你们到现在都可以这样哦，就是可以连续不睡觉。必须要。对啊，因为工作就整个剧组不可能因为你的生理时钟而做调整嘛。张兆志演过一个戏是不让你睡，连中间没你的戏的时候都不让你在旁边睡一下的吗？
就导演会说不可以，就不能打盹，为什么？睡啊，因为你一睡的话，一醒来的时候，那个眼神的状态是完全不对的。那以前机器还好，现在已经全部换就是 Full HD 的摄影机，它那个带特写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那两个情绪是完全不对，所以我的经纪人或者是现场的副导就会一直要让我们不睡觉，因为我们听人家赶戏的演员不是都在旁边放一个躺椅，然后拍一拍没有自己的戏就去倒下。我们男生还好，女生更是这样，女生只要就是睡了一下，然后眼睛醒来，马上那个整个气氛都不对，脸就肿了。对，真的吗？所以他刚刚说啊，连续好几天不睡，我觉得最痛苦的是每天只让你睡一两个小时，那个比不睡还难过。但其实观众可能不在乎，因为陈汉典每次没拍到他的时候，他就在睡觉。对啊，他醒过来情绪都没了。剧没有啊，你看拍过来马上有没有看到没有？什么不是已经睡了五分钟？没有，看不到有没有睡过。你刚讲完脏话就去睡了？没有啦，我只是问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拍戏现场看到这些帅哥走进来的时候，你会想说，你会有敌意吗？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帅？是不是？对，就是你只是靠，你是要靠演技，而他们只是靠帅就可以得到那个角色？不会啦，因为其实他们也不止帅，他们也是有演技的，就是他们是。我们知道啊，只是说你就是要很证明你有演技，大家才能接纳你、啊。我是长得很丑。你干嘛一定要逼我做坏人才高兴啊？所以你从来没有这种不平衡的感觉？不会啦，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到说很丑，那也没有到很帅，但是就是卡。你有想过这件事哦？对，就是还好。你有照着镜子在想说你有几分帅是不是？就长得是就可能大家会有一点印象。你就很中下。对啊，中下，中等啊，中。你以前你来评评理，就是他过海关的时候，有粉丝大喊说王力宏。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假的？而且有一次坐捷运的时候，有没有？我都包起来了，有没有？然后旁边有两个女生在讨论我，是啦，不是啦，是啦，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去问他嘛。后来再拍我，先请问一下，你是张孝全吗 ？I promise， 我发誓，张孝全，对不对？不是，你要我们接什么？不是，就是我只是想跟你们分享，你们不需要接。这王力宏跟张孝全，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讲，没办法接受。是因为你庾澄庆啊，哈林哥。这个可能，这件事，眼睛，有一点，真的蛮像的啦，对了，不要瞎吹了，对，真的被我抓到。好，今天他们几位呢要带来的东西是他们在拍戏现场的时候会带来打发时间或者是休息用的东西哈。我看一下，魏曼，你的红包包是什么？这个吗？按摩垫。嗯。放在腰的吗？对，不要坐在上面吗？用电池吗？插电。它缺点是，万一在野外的话，哪能用啊？就没办法。可是因为我目前为止接到的角色通常都是美女，要不然就是明星，所以呢，我那个场景呢，绝对不会是野外。你接到的角色都是美女的明星，这种话你刚才讲的很自然呢。你本身按点呢？嗯，它那个会按得到酸的地方吗？哦，这个 turbo 蛮强的，是很强的，它蛮强。不是应该要请真的活的人在旁边按吗？没有，其实它这个是用在车上，有时候长途的时候，助理开车，你可以回程或去程就坐着。啊，其实蛮强的，按得蛮痛的。你是说助理开车，然后你在按摩垫上按摩？对啊，就是放在旁边按摩啊。这样不会显得你很大牌啊？怎么样？没有，就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早上去就会放在后面就按一下。你不会想要在节目里搞这个吧？你是说一边按摩一边主持吗？会吗？我还蛮想试试看啊，那个真的可以试一下，但是真的蛮不知道这个线够不够长。没关系，我过去按按看。你可以坐我的位置。你已经有插电了，有对，有插电了。这边有插电。对，它可以看起来不强啊，这个。这个强。这个小针用过吗？有，我刚刚试用一下，其实它蛮强的。我把它往上高一点。哦，什么样感觉？有按到。是。可以再更强吗？不能。这已经是最强的了。对。可以换位置，其实蛮强的。可以换位置，高一点吗？高一点吗？还是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是。是这样，这样的强，就是又觉得爽，可是又觉得不够。是，所以希望它力道再大一点。对，可是它偶尔又会，你知道按到你那个酸的点。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要搭配手的。不要吵。就是不值得把它带到那个片场，因为包包就会稍微重一点。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真的带去拍戏现场？对啊，而且化妆师、发型师都抢着用，因为我们去拍戏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用，然后我们回来补妆的时候，然后就换我们用。那你自己带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东西，别的演员作何感想？一起用啊，就会分跟人家分享。对啊，所以不可以请助理过来活人按摩吗？不会，为什么？不好意思吧，我觉得再熟的人我都不好意思叫他帮我按摩吧。你可以试试看啊，还蛮好用的。因为还是活人按是可以按得到那个点。因为以前拍戏的时候，如果你上节目的时候汗点帮你按摩，你可以？不敢，我觉得我会折寿。不会啊，只有他会折寿而已。其实汗点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吧，就是如果来宾需要一边访谈一边按，因为我很喜欢站在正在讲话来宾的背后。是，那我 OK， 现在谁讲话我就去按谁，好不好？真的吗？那是啊，真的吗？啊，真的吗？这一位啊，他还很差哎。真的吗？是，他实力是不够人性化的。他根本不在乎我啊，就是他只是想出现在镜头上。有进步哎，有进步，有进步，是。你要去感受那个人哪里紧。你有练过吗？平常心讲，现在正在练啊。因为你知道我刚才是在对话，照你的原则，不是应该一下过去按 S， 一下过来按我吗？对啊，是。所以我想你在他心中的地位比较高吧？有没有按到？这要觉得。陈柏霖助理超出名，康永出题也难不倒。然后我就会发明一些暗号，这个就是。但如果是要喝柳橙汁呢？还是有性感？什么？有什么？走开！陈柏霖，你可以请你的助理帮你按摩吗？有按过，因为有时候在片场，然后比如说现在这场戏是很有感情的戏，是，然后我们总不能很大声喧哗说，他叫阿信啊，叫阿信，水拿给我或我电话这样，然后我就会发明一些暗号这样，比如说你先做暗号，就比如说阿信，这个手势。然后就是电话就原来是有人找我那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水，然后我就这样，就是咖啡，没有道理啊，有逻辑，因为我们平常喝水嘛，就是这样。然后杯水，所以我很远的时候我就说阿信这样，然后他就会水就拿过来，然后电话的话就是摸耳朵就是电话这样，然后咖啡因为脚的台语是咖，然后飞掉，然后就咖啡就买，比如说我要喝咖啡，然后他就去帮我。那如果是要喝柳橙汁呢？对，还没有柳橙汁可能要。就是要想一个，然后他的常备物只有这三样，对不对？没有，还有眼药水、眼镜。眼药水也有手势。眼药水就这样子，就眼药水。他会以为你爱他。不会啊，左眼是眼药水，右眼是。所以当你的咖啡是想要喝焦糖玛奇朵咖啡的时候，你要怎么讲？没有，我只喝美式。那如果有一天你在片场不小心踩到狗屎，又一直有苍蝇在这边，就是这样。对啊，所以他怎么办？他怎么办？有时候我就是。就好痒，然后他就突然拿电话过来这样，然后我说没有，我是耳朵痒这样，看吧。因为我觉得电话的时候。阿信。什么？有什么？啊？不要抢！阿信，你好会训练助理哦，他都知道我要抢。阿信。好难哦，这是什么？垫肩的。对，垫肩。垫肩呢？垫肩。衣服的垫肩吗？就是想要塞个垫肩，看起来比较有气势。OK。你们俩在片场要求都也太困难。佛跳墙还是正常吗？佛跳墙。所以阿信你跟他合作多久了？没有，其实我之前是在拍戏，然后我只是你是演员？不是。因为对你眨眼的时候，你有以为他在跟你放电吗？不会，我们很专业的。对。
可是你当初是冲着是他才来跟他合作的吧？没有，是也是因为有认识啦，对啊，然后因为还有跟导演整个剧组都蛮熟悉。如果是张兆志找你，你也跟他合作吗？哦，只要没有问题，戏好就没有问题。我说这个那个戏啦，你不要讲多行多错。所以陈柏霖长这样，你跟他长期合作，不会不小心喜欢上他吗？嗯，那他不是我的菜啊。什么？哇塞，还打人家枪耶！还打人家枪耶！哇塞！阿信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菜是谁吗？就那个史源还有彭于晏，是他的 style。对，是阳光笑容的。彭于晏可以啊，陈柏霖不行。彭于晏跟陈柏霖都差不多阳光啊。没有，他走文青派。因为我的确看他的微博，就他有时候喜欢拍一些阴暗的照片。对，都我拍的。你拍的？那你会不会你会在旁边想着干嘛摆这个 pose， 然后要我拍照？没有，是帮他做工作记录，等于就是他偷偷捕捉你。对，要偷偷捕捉我。所以不是你摆好，就说阿信阿信过来拍这个。没有。拍戏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偷拍很多照片，他就是爱你啊。因为只有爱一个人，他才会偷拍他。真的，我拍他很多哎。所以你也爱他。不然你以为扎眼睛是为了什么啊？真的。那你可以要吃很复杂的东西吗？很复杂。比方说冰糖燕窝。冰糖燕窝就直接用。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喉糖。哦，喉糖。家可能习惯吃喉糖，然后就这样比。可是后来他有进阶版，他有时候会比这样。然后我拿一颗喉糖过去，他就很生气。我说怎么了？不是喉糖吗？这两颗喉糖哎！有时候我们拍戏，你知道，然后这样子，对对对，看不到。没有啊，他常常说很可怕。他常说我有强迫症。这整助理吗？对啊。他其实他就是跟荧光幕上非常不一样。我可以爆料。请。对，就是他其实有很多面向。就是他有点神经质，像有一次我们去坐高铁，就是有一次我们坐高铁，然后结果因为我们坐商务舱嘛，其实人很少，就突然就闻到一股不太清新的空气，有人放屁，对，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看向我，然后我余光我看他说嗯怎么了吗？他就，然后我想说，他没有开口吗？他就只做一个动作，然后我说就那样啊，然后他就说。他就想获得人家肯定是真的有那个东西了，所以他就狂开他的包包，然后翻他的眼镜，然后把眼镜拿出来一瓶，就那种香水的小罐的。然后我先想说，照讲正常人会怎么样？会拿那个香水应该是撒挥洒在空气，对不对？嗯，就要这样拿起来，就在自己鼻子前面这样抹，因为他那个是一根棍子，他就抹了以后，然后就。整个人就放松了，对。然后接下来又开始涂抹在我身上。所以陈柏霖人家放屁有什么好需要证明的？我没有要证明，没有他有点洁癖，没有，因为对我有洁癖。可是你动作那么大，不就是会让放屁的那个人很害羞吗？没有，重点就是这样，因为我拿香水如果往空气上面喷的话，他就会知道你在嫌臭，我在嫌臭，闻到。可是我是这样子，有哈有，然后我就找包包，然后就这样打开，然后这样就打开的。然后就很希望自己度过难关。对对对对对，屁就是一个，就是它渐渐就会散掉的东西啊。可是那个它的持久力很强，那一个那一天那一个很夸张。你有试着要把它吸光就有吸不光？没有，吸光了。没有，我就涂在人中这边。所以你有拿捏说那个时间是已经让你觉得疑惑，说怎么还没消掉？对，嗯，对，好 ，OK， 好，谢谢。我感谢他了，真的。好，谢谢。对，林依晨没有发展出来吗？没有，我们比较木讷一点，比较实用。没有偷摸被我看到，什么东西、啊？你那天明明就这样子跟，哪有？没有吗？你有教他按摩过吗？有。所以他的按摩技巧好吗？还可以。你怎么开口说，请你帮我按摩一下？其实都不是我开口，是他，因为有时候我很不舒服啊，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按我帮你按一下这样。所以你可能自己在按的时候，他就过来接手。对，哎，是，对啊。所以你先自己演，就我就会这样子，然后他就哦，很好啊，是很好用，很幸福。这样子就会有人过来帮你按摩，你到马路上去试试看。真的吗？没有，可是机灵的助理真的是会，是吗？因为有时候化妆的时候，一大早我来化妆，然后我只是这样稍微在拉筋，那个化妆师马上就单手。然后再帮我这样可以，他同时化妆跟按摩，哇，左右手分用啊！而且我的助理也是，我就说，哎，然后就
他就会过来帮我这样按。那我一定会弄错，我一定会这边抓你啊。这太难了，五十五了，上花圈。所以你们都有请助理按摩吗？会不好意思是不是？非常啊，这个而且很配备吗？而且有时候我们连助理都不会跟到片场哎。对啊，根本不会。因为我是很怕人家碰，没有预先告诉我就碰我，所以如果这样我就会吓到哎。就你在这边讲，他就过来捏你，就逼他好紧，因为你不紧啊，你可以捏我。所以你胃麦是需要，因为你用那个电动的，不就是在讲说我需要按摩，我需要按摩吗？而且我自己自备，会累到在现场真的不想理其他演员吗？我们曾经拍犀利的时候有累到大家，就是只剩下生豪哥一个人在楼下拍戏，然后那一场几乎大家都在，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就戏里面那个家有好几层嘛。大家包括化妆师，所有人全部都睡死，因为真的太累了。然后因为我们的床啊，连抢到旁边，真的连抢到旁边的沙那个那种竹编做的沙发，都有人躺在上面睡觉，就大家都累，根本就没力气打闹，就没有力气啊，真的很累，而且又很冷，然后也顾不了形象，就是说在别的演员面前不要嘴巴张开啊什么的，没有哪那回事啊，是大张嘴的、啊，对啊，大打呼、大流口水都这样、啊，可是万一你旁边的人是陈柏霖或王阳明呢，就会一直盯住，你真的很没种哎，所以你们不怕你们睡着以后看起来很丑吗？不会，这个我要说，依晨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常在片场会眯一下，可他起来以后，他的状态跟眼神还是一样。他可以眯十分钟，然后都不会丑吗？不会，他是可以坐在这边，然后就眯，对，真的可以睡着，真的睡着。嘴巴会张开吗？不会，你以前我看一下你坐在这里，他是优雅的，是什么样？他就是闭上眼睛，你现在闭上眼睛眯，我看你是什么样。就这样吗？对对，他这样子就这样，然后我们就不会睡着。就这样吗？对，他没有睡着，会比较低吗？睡蛋没睡着吗？没有，他拍戏真的睡着了。对，我想以前他也没有听到，所以睡着他看起来就只是很安详的样子。对，不会很安详，没有安详。会不会他哪一天睡一睡就过去，你们也没人发现了？他刚看起来是很安详的样子啊。张兆俊拍戏必备小物，康永小卫士想象力超丰富。这以为可以借我们看下长怎么样？你这个好简陋哦！这个简陋吗？我觉得是很好啊，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除了椅子之外，你前面那个灰灰的是什么东西啊？蜡烛？对啊，香氛蜡烛。你去坐在那把椅子上，然后你告诉我你蜡烛放哪里？放前面，你不是像土地公一样吗？你说就是这个，在这边已经燃烧起来了，在椅子上燃烧。所以你坐着睡的原因是怕脸肿吗？压到中有睡痕或头发会变形。那你怎么知道你坐在椅子上睡就不会口水滴下来什么之类的？啊，口水是透明的，还好了。你是万一睡睡是会你知道这样，然后就抖一下，那很丢脸哎。嗯，哎呦，那时候大家都只希望让我多睡一点，就像那小狗梦到被别人追的时候那种，对对，会激动一下。所以你不在乎你睡觉如果有丑，然后被拍到形象，对我来说完全从来都不是问题耶。我只觉得如果多睡一点，可以多撑一下把戏拍完的话，我 OK。六天六夜连拍的意思是说连洗澡都不能洗？有一阵子擦澡，擦澡，然后头套不能，古典哦，头套不能拿湿的布擦身体吗？自己擦。不然我们导演，导演射住，因为很中间的后背有点擦不太到，那里也冷啊，-9度嘛。所以谁帮你擦？自己啊，就回到自己房间，不是躺在床上，是赶快先进浴室擦澡，然后妆卸以后马上下去再化新的妆。擦的时候不会心里很心酸吗？有一点，我看到第六天的日出，就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了。所以那种哭是觉得我干嘛那么累吗？还是？对，就是其实那不是一个记录可以拿出来炫耀，你只是觉得蛮心酸的。可是那时候你完成的的确是一部好戏。那可以打电话去哭诉，说我好累吗？没有。那可以跟同剧演员哭诉吗？说我好累。有啊，他们有帮我擦干眼泪，然后就说我们继续加油吧。那个时候的力气应该拿来真的好好专心把下一个 take 拍好。Okay, 会不会因为太累就很想杀导演？不会啦，恨他或什么？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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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会迁怒于其他人吗？迁怒有阿信在，对啊。请问你戴那个大围巾是干嘛的？这个就很方便啊，有时候真的，一开始如果真的会有形象顾忌的话，你就其实把头包一包就睡啦。包多，包多密的包，不用到不能呼吸啊，就松松的，脸盖就盖着就可以睡啦。因为那时候我们拍戏冬天真的很冷，就这样包着就睡了。你这样包住不会人家看到觉得很诡异吗？我跟你讲都这样，而且我们那时候拍戏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穿那种羽绒外套啊。有一次羽绒外套丢在一边，然后没位置坐，坐下去坐到隋唐躺在里面睡觉，就是被那个外套全部盖在上面，因为真的太冷了，他就盖在里面睡啊。所以你这样包住的时候，你在里面真的在睡觉吗？就真的在睡啊。所以你不会偷听人家说话？会啊。所以可以假睡，其实是在偷听，是不是？对，就是你听到旁边的，通常我都会有个程序，就听到，通常听到旁边说，哎，我跟你讲那天，啊，就是，然后就会看看我这边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没关系，你们聊，你们聊，我就把耳机戴上，然后就开始盖起来之后，可是其实也没开音乐，然后你就在偷听，然后就一直在偷听他们讲话这样。可是，请问在剧组听到的八卦会比较厉害，还是在综艺节目的后台？其实综艺节目，因为剧组我发现是蛮封闭，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在拍戏啊，一直不断的在拍。就剧组的八卦是属于少数内部的八卦，而且是很轻微的八卦，不会像综艺圈的这么。是会说怀疑女主角跟导演有暧昧这类的吗？之类的，或者是说，哎，为什么她可以演到这个女主角？真的会讨论这种事情？偶尔还是会。你有听过这种？没有，我听别人说。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讨论说，你看那个女的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子啊？为什么她的态度都要这样子？难道她就不能和谐一点吗？之类，就会听到这样的八卦。就是通常讲这个都是化妆或者造型，是不是？有，其实化妆跟造型很多。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有时候副导也会讲一些，副导在没事的时候，他也是会讲一些八卦。那你为什么不大方的加入他们？嗯，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有一个这个看我的动作，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是想要避嫌。对啊，没关系，我就把这个盖上。对啊，所以会偷听到同剧演员在讲其他演员的坏话吗？会，就会，对。所以你在那个毛毯里面是非常嗨吧？很开心，就眼睛一直这样，你知道。脸上表情做足，对啊，在那毛毯里面，整个表情十足，就是哇这，然后就会一直在听，然后就觉得很兴奋。应该装一个隐藏摄影机在里面拍。张兆志，你说有的剧组是椅子不够大家坐吗？就是没有，就是这种椅子啊。就你如果不自备的话，是没有。会没有椅子坐吗？常常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剧组已经很忙了，他们有时候自己会携带的这个也可能就是几张，那有时候不够坐的话，你就在不是每个场地都像我们现在这样是干干净净的，有些是那种什么森林啊、废墟啊、破房子啊，啊你就一个人，其实应该每个人都有一张这个，都会自己买了。你们都带吗？有哎，对，在内地比较会用到。你们都带椅子吗？我还没有这个经验。那你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会有椅子坐？就坐地上啊，就坐。你有坐过地上吗？有啊，有啊。你有看过别人，然后有你觉得很多人都会坐地上，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跟你一起坐。嗯，那你有瞪那些有椅子的人吗？没有。我要瞪导演，缺导演，导演有椅子。我要缺导演，说你凭什么坐在玻璃口前面？导演很奇怪啊，可以让我坐一下好不好？对啊。那时候我刚开始我不好意思，我看到同剧有几个演员他们都有买，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刚开始拍戏，我真的觉得说，哎，我这看咱们是不是还不可以坐这种椅子？那毕竟就是你这椅子可以借我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吗？而且一定要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能用的比男主角的好。哎呦，就是要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个椅子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比男主角的不好？我跟你讲，因为这个呀，袋子都已经穿了，有没有？然后上面还写一个，是破掉的。对。所以你要先调查那个男主角的椅子是什么款式。因为通常男主角的椅子一定不会比这个还要破。对。你这个好简陋哦。这个简陋吗？我觉得是很好啊。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
基本的。我跟你讲，你没有看过贺军翔那个跟变形金刚一样。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帆布椅嘛。那贺军翔那个是这样，一躺下之后，噼里啪啦一弄一个阳伞，阳伞可以打开。哎呦，噼里啪啦弄一个桌子可以升起来，噼里啪啦一弄，然后下面有一个像坐飞机那个头等舱那种脚可以抬变这样，变形金刚这么厉害吗？我跟你讲，重点是它折起来还是一只。那你就应该去买那个、啊。可是我们不好意思啊，那人家是男一啊，我们就是去 tap car， 这样就很好了啦。而且通常这个呢，最后都不是人在做，都是我们自己的包包杂物放在上面。哦。对，不然有时候地板上都脏脏的。陈柏霖，你没有那个变形金刚椅吗？没有哎、欸。就是阿信本人啊。阿信就是变形金刚。阿信还要这样抱着他。好厉害啊！飞行哦。未卖物品超贵亿，当场湮灭尽失。你有任何东西是你想要获得的吗？可是我好奇这个鼻毛去除器，这样子啊？哎，有来宾要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啊！鼻毛还有更丢脸的东西？哦，就这个。是谁介绍你用这个腋下的东西？你又有一次，腋下如湿。对。鼻毛外露，然后腋下。我上次拍一档戏，跟夏雨乔、跟那个黄玉荣，然后还有范植伟，三个拍那个都在外景，也是一休息，他们三个一叮三张椅子排好，我自己跟站在旁边，因为我根本第一次拍戏没有经验，他们所有人都有一张这种，然后没有人要让座给你吗？没有，那你就站着吗？我就站在旁边啊。你应该拿一个拉环去在旁边这样子。演默剧，然后还要进戏外就是戏哦，结果还自己演是干嘛、啊？他们就都有，就任你一个人站着，好好笑。因为那是第一次拍戏啊，我没想到会有这种东西啊。然后范植伟还说去买一张蛮便宜。汉典，你也是演员哎，你有带椅子吗？我没有带椅子，看谁先坐到位置就坐。抢位置？对对。大风吹啊！屁嘞，那你坐下来，如果男一进来了，你也坐着吗？没有啊，就是哦，你现在是男一了哦。就是你先抢到，你就是大王。没有没有没有，但我们还是有时候会大家轮流坐，或者是站着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坐地上都 OK。所以你坐着都不会被别的演员瞪你吗？不会啊，有时候是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坐啊，我们也没有，我们也是在旁边晃啊，真的聊天 OK 啊。这是 OK 的，所以如果陈妍希先做到，然后你真的非常累，他就会从后面抱着他的脖子。没有啦，妍希，那当然是给他做啊。你跟他进展到什么地步？就大概到脖子那个地方。哎，没有啦，真的没有。谁给什么人？谁给你？谁准你用这老派？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在跟你这一套。你老派啊你！你跟他绯闻怎么样啊？没有怎么样啊，只有在这边在讲而已啊。林晨，你知道他追陈妍希吗？哎，我真的不知道。没有啦，那个只有在这边大家在聊。你说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应该是没有，应该是传不出去啦。我后来看到你跟他微博非常热烈的互动哎。我跟你们也是蛮热烈的。哎，你已经模仿好了沈佳宜没有？哎，也差不多，上次已经模仿了吧？柯景腾呢？柯景腾也是差不多。可以快速变换吗？可以啊，可以啊。要挑战吗？现在？OK 啊，就是可以啊，直接来。失败？不会，不会失败。沈佳宜哪一段？沈佳宜就是那一段啊。哪一段？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念书，可是还是考不好。这不是蒙甲的赵又廷，这是假赵又廷。为什么要逼我？差点，这真的是赵又廷哎，差别在哪？你怎么把沈佳宜演成赵又廷？其实平常讲沈佳宜这角色不是很好揣。那你刚才说你可以啊？那因为柯景腾呢？对，我就是幼稚，就是赵又廷。可以啊，可以啊，一模一样。所以你只会赵又廷是不是？可能比较拿手了，就哭的部分。是现在很紧哎，完蛋了！不会，我出国留学，出国留学也没有用，你要进修一下，可以充电。好，除了椅子之外，你前面那个灰灰的是什么东西啊？哪一个？蜡烛。这个蜡烛。蜡烛？对啊，香氛蜡烛。为什么要带？很重哎！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很香味设定的一个人，就是我去哪个地方，那个环境的味道一定要是我喜欢的，我才有办法舒服安定下来。是在化妆间你也点吗？化妆间也点。我如果说现场看到有一个在给我点香氛蜡烛，我真的会瞪他。对啊，因为导演应该弥漫也不舒服啊。可是就是我的味道不会挑太不舒服的啦，就是还好。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有时候我们去外地会住在外地的那种什么，你去坐在那把椅子上，然后你告诉我你蜡烛放哪里，放前面，你不是像土地公一样吗？这里有一个洞，这里有一个洞是可以，哦，那边有一个洞，它可以放饮料，也可以放蜡烛。对啊，不会有危险吗？没有，这个是因为我已经用了很久了。我跟你说，就是呢，在这边已经燃烧起来了，在椅子上燃烧了。桌上还有一袋是什么？哦，这个是就是可以有夹链袋的那种。我买 T 恤不是会有夹链袋？是，然后就防水嘛。然后里面我就一定会放一条小毛巾，然后放一罐可以洗全身的沐浴乳。你也要擦澡？不是，我是可以任何时间里面洗澡，尤其是夏天，我可以在任何场合只要有水龙头的地方我就可以洗澡，管你是厨房或者是公厕的最后一间扫具间，只要有水龙头的地方我就可以洗澡。洗全身吗？洗全身，而且洗得很快，洗完以后我才能舒服的开车回台北，因为我们通常都在外地，夏天拍完一外景就全身都是汗，我没有办法那样子黏黏的开车回台北。所以林依晨，你应该要有这个啊，就是擦澡用的。我那时候有买洗头、洗澡、洗脸合一的。哦，那个很方便的。你桌上有一双你的拖鞋吗？拖鞋，这双比较做作一点啦，但一般饭店用的其实就是。其实我也不会马上就丢掉，其实可以用一阵子，因为这部戏都穿高跟鞋，然后你很不愿意穿高跟鞋，对不对？对，就高跟鞋本来就是不健康的，它只是外形上真的会让你很漂亮，可是那不应该是十几个小时每天这样穿，所以就一下戏立刻换上拖鞋。小 S 好像也是啊，我也是。手环吗？还是？哦，五色线，是妈妈去帮我求的。是什么？五色线。它有名字吗？它是叫五色线啊，其实我们剧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有戴，是保健康平安吗？对，保平安健康的。所以那个是要戴着，其实是应该戴着，但是我的每部戏就是每一场戏都有连戏的造型，所以不可能戴着，所以变得只是放到皮夹里面，然后一下戏回家就是还没回家之前就先戴着了。OK， 对对对。你桌上还有一本杂志哦。哦，没有，这是要送你们的，在。然后那本上面写的是给汉典，哎，所以这本是汉典的，我们三位主持人都有，谢谢，谢谢金玉兰。所以这个是里面都是戏里面的消息，所以是戏里面。所以你那个小袋袋里面是什么？我这个小袋里面是一些饰品，就是他们有要求我。汉典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好，有的时候我的那个角色他会带一些银饰的饰品，然后就会带一些。这些是你真的自己常常戴的饰品，是不是？这些其实也是我真正自己戴的。OK， 是你这一出戏戴的东西吗？大部分是。所以你家里的量比这个再多几倍？还有蛮多倍的，因为蛮多饰品的。你喜欢这些东西？我喜欢戴一些首饰，对。OK， 那个小熊的风扇对你来讲不会太可爱吗？没有，这个是那个经纪人，他会帮我带一个小风扇，因为他知道我很怕热。可你拿这个在吹的时候，看起来不是很……我没有，我觉得蛮可爱的。你吹吹看啊！你要按一下就……啊，你吹哪里？不会太客气吗？没有，我觉得这还不错。像 Winnie， 就是我们导演就叫 Winnie， 是有够强是不是？够强啊！然后那个经纪人还会自己带一个大一点的风扇来吹你。对 ，OK。所以林依晨其他。人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么多年演戏都没有用过的东西哦，就是那些什么变形金刚椅啊，什么都不用吗？有啊，就是在内地的时候才会用啊。只有这样而已。因为内地拍的都是古装戏，大部分都是荒山野岭，要不然就是很旧的那种，就是古城啊。对。所以里面有任何东西是你很想要获得的吗？我觉得这个很酷。我很好奇，那是什么？可是我好奇这个。什么？是这个比较厉害。那你等一下换啊，我先好好介绍一下。什么？这是什么？真的很厉害。这是那个鼻毛去除器。这是那不好，那不好用，不好用。鼻毛最好还是用剪刀剪，是我真的不，因为你塞进去剪不会觉得很丢脸吗？而且它如果卡住怎么办？而且非常不会啊。如果碰到边边怎么办呢？看我哥有用过吗？对，有人送过，然后我光是看着它，我就觉得我无法把它塞入我的鼻子中了。因为你在塞的过程，万一有人开门看到你这一。魏曼，你用过吗？用过，因为我觉得用剪刀剪很危险。哎，有来宾要第一次在我们节目中，你现场试用，拜托了。
示范一下。等一下我拿镜子哦。这个很夸张。还要用镜子？要吧。不是有洞就往里面钻就好了。真的就用啊，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啊。哎，还好哎，没有很丢脸的。不会插到底啦。对啊，就只是在外处啊。可是你如果搭配上那个打开的声音，就会感觉比较。你打开看看。也还好啊。打开就会比较知道你好像在处理什么，就像男生在刮鼻。可是也没有丑到我吓到的地方，因为他没有说把鼻子要撑大或什么。我以为是要整个这样，这样。不用崩人中吗？不用啊，大家都是用剪的吧？剪的吗？好没有，一个女孩子，你也没有剪过，我也没有剪过。所以魏曼如果不用这个器材的话，你就是会整个就出来了。我也只发生过一次，然后也就一个，也不是说鼻毛很多，就只是发生过一次。大家觉得你鼻毛非常多啊？没有，鼻毛还有更丢脸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还有腋下用的东西啊？哦，就这个。这个是林依晨好奇的东西是吗？对啊，这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穿 T 恤，然后如果就是你会流汗嘛，流汗 T 恤有时候颜色很浅，比如像汗点那样子。是谁介绍你用这个腋下的东西？不是，那是因为你又有一次，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你腋下如湿，对，鼻毛外露，然后腋下如湿，好惨哦！你还要在演艺圈发展吗？还好吧，人之常情啊。没有啊，刚刚别的明星都哪有，我身边很多人都这样。OK， 可是为什么不直接喷止汗剂呢？也是可以，只是那一次真的就这样发生了。那这个的用上节目是玩游戏，看不懂他怎么用哎。他就是贴在身上还是贴在衣服上？他也一面是贴的，衣服上贴掉之后，这面是粘在衣服上面。哦，粘在衣服上。对，然后这面是粘在你的。你用汗点做一下示范，怎么？肌肤上，这一面就是粘在你的衣服上面啊，然后粘衣服上，然后这面是贴在腋下，然后它这一面就可以吸汗，白的那边是吸皮肤的汗，对。有点像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卫生用品的感觉。对对，肉色是朝外的，然后是假装你的肉色是贴在你的衣服上，所以你外面看起来就是肉色，不是白的。对，懂了懂了。但也是要穿衣服才可以，不可能像我这样穿无袖的。那你现在穿无袖是怎么办？就喷的啊，用喷的。所以你不处理的话，你那边也是非常湿，是吗？啊，没有啦，只是刚好上那个节目在玩游戏，然后我第一次上那个节目，我太紧张了。他不是算演艺圈比较新的人吗？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别的明星？人家演那么多久多久的戏都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林依晨你也没有用过那个腋下的东西，没有哎。所以你有在心里默默流汗，说这家伙怎么有这么多这些？没有啦，个人体质不同，而且我很多时候不是体质问题。你在帮你找台阶，你干嘛把他给他踹开？对啊，有的不流汗的，有的不流汗。哦，好，大家都会玩游戏吧？等戏的时候，你说玩电话上面的游戏吗？还是说真的大家来大风吹那种游戏？就是玩 iPad 上面或者是会啊，一定会啊。会吗？你们不会？我比较少，比较少。我听音乐，他也听音乐 ；iPad， 他有一大堆电影。OK。所以你们会玩很多时间玩游戏。譬如说，忽然下雨，但你今天一定得拍，就有点等，可能等了两三个小时，在那空档期间，就可能会有些人来带一些什么小型团康之类的。你说真的游戏啊？真的游戏。比手画脚。张栋梁超爱的啊。怎么可能有？张栋梁超爱玩小型团康的。他超会带什么黑魔术啊，什么猜猜我说什么，或者说眨眼杀人啊，谁有空？他就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拉来玩，就是围成一圈这样玩啊。他超爱玩。那你们要配合吗？就因为反正你在等嘛，那没事，大家就跟着玩，也还蛮好玩的。然后玩完就大家就气氛还蛮融洽，然后他很骄傲说啊 ，Black Magic 我很行啊，什么什么。Okay. 所以张栋梁好像只接了一部偶像剧，其他已经默默的被戏剧圈封杀。我知道制作人觉得就还是不要惹他，没完没了。所以这一出戏是已经要播了吗？播出几集了？上礼拜出的。哦 ，OK。对。所以接下来反正林依晨会暂时不演电视剧嘛，直到我们发现你为止。然后陈柏霖有要多演电视剧了吗？有可能。Okay. 对，因为其实我回台湾，我看到几个电视剧的剧本，真的很棒，很意外，对， oh. 所以我才会开始回来。然后王阳明是新
新人嘛，对，所以一定没有被吓到，可是还没，还没会继续，会继续演，对，会继续演。OK， 好，希望你们新戏成功，谢谢。谢谢。